是感受有336年历史的金门迎城隍，今天启程，众人是扛着24节的五工作游街，吸引不少信徒围观。 舞龙舞狮开路，紧跟在后的就是长长的舞工作。小朋友们坐在人力肩扛的板凳上头，打扮成各种古装人物，撑着油纸伞，以可爱的模样，在金门迎城隍的开幕活动中粉墨登场。 金门迎城隍在舞蹈城隍庙正式开锣期间，将展开为期一个多月的活动。光是在开幕活动中，就安排许多熟悉的民俗技艺，像是摇神教、拱杯婆、24节五工作、一格等等，抢先吸引民众目光。台湾小马祖，金门雅行王，金门雅行王，世界第一名。结合陈光敬真的发挥，然后结合两岸三地，镇头文化之美，还有一格。 有中国元素的世界艺术的这样子的一个飨宴，来共同来领略。今年的迎城隍系列活动包罗万象，有人那滚滚的镇头彩街，也有静态的城隍绘画，希望透过文化表演，将两岸三地的宗教活动互相结合，让更多观光客更加认识金门的庙会文化，也把迎城隍的传统传承下去。联合报蔡家珍金门报道。